第14题 A，它 integrate 这个等于这个，它叫我们找 p 跟 n 的 value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个 integration 会是等于 integration of 5二加三 x power 减三 dx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了五二加三 x 就减二除减二和三加四，所以它在这一边会变成减五和六，然后二加三 x 减二，OK，所以这一个 p 呢是减五和六，n 呢是减二，OK，因为我在这一边我的这个 p 跟这个比较，我的这个 n 跟这个 n 比较，我就拿到答案了。